一望就望到三月。大院冇几月就有三月啦，地下嗰层。多少见嘅食物，冚棒都少咁筆嘅，色格都未打。揸筆。被擺出嚟。乜零蚊到？啲三廿零蚊就得啦。啲貴啲，五廿幾蚊，係可以咁細嘅，但亦都可以咧。哇，粗到咁犀利嘅，切開咗就係咁樣嘅筷子。装紧哦，便斗嚟嘅，又系制紧啲便当。卖烧卖喎，吓，大包食啲猪肉包，呢度啲海鲜便当就贵啲啦，不过又好吸引。就是賣湯的，一種種湯的在這裡，粟米湯。如果吃豆的呢，這裡有很多選擇，用豆來做。所有在那些7-Eleven那些地方都找不到花生賣，這裡終於找到了。卖啫喱啊！食啫喱又食朱古力，仲可以有埋 Halloween 色彩，好多花款。有啲食物嘅乾燥咗嘅，有得意，嗰啲好似系虾嚟。海路好多地方都见到呢个鸡仔样，好多个饼都做成呢个鸡仔样，还有只 3D 立体嘅。嚟
子味。佢有噱头啦，净系福光先有得卖嘅。下边有个天神地下街，亦都有 Starbucks， 上到嚟又有 Starbucks。呢个招牌好得意啊！见到个 LOFT 写明各层，黄色做呢个主色嘅。入嚟就有 Subway 啊，可能系佢招牌公仔。Harry Potter 有呢个档口，好多嘢关于 Harry Potter。买咗，然后嚟呢度埋单，好大呢个 counter， 同买儿童有一个好处。就摆晒喺度，任你插嚟试，试到中意咧，先至攞去卖。大厦唔系好大嘅，上到嚟最高八字楼系烧肉店，肉摆晒喺门口，入到嚟要换晒拖鞋嘅，文具类嘅。喺呢度揀紙張同埋包裝，都好多顏色。要幫你做呢啲印章、名牌嘅，自己可以畫多下啦。咖喱顏色，仲有好多筆係流行都用嘅。先合同，都揾支靚靚地嘅筆啦。失禮人，仲有市場，五字樓賣袋同埋雜雜雜雜嘅嘢。佢嘅情趣，甚至香氣出嚟。Aromic Air， 落咗落地下嘅，家庭用品啊，百货公司差唔多，
普通200蚊嘅就咁散法，700蚊嘅散法就系咁嘅，几温柔。呢层买单车真系好精彩，规模真系庞大。校准个位，选择自己的盒咧，亦都可以喺度咧拣零件，然后喊醒架车嘅。边个碌，佢顺唔顺滑，平唔平衡都好容易喺度睇到。我谂呢个真系可以玩到好发烧，好多细嘅部件咧，去慢慢去拣都有。有人系跟住你，一路写低你想拣咗啲咩嘢。就跟你冚啦，有一个组合的位置。你着的衫，仲有特别的鞋添。睇埋个太阳嘅，更重要，当然系揾个靓头盔咯。头盔是1500的，这个是2100的。江机场离境这一层全部都是那些柜台，东西就要上一层楼，那一层四字不写价钱，这个面60多元。住呢间黄店，个散纸1000蚊，日本纸即系70蚊啦，就有呢个套餐下午茶，真系好正，炸鸡、啤酒咧好精彩，佢自动咧搞斜个杯嘅，最后叫系叫得最叻，1080 yen 食到面又有肉类，好香啊！成个机场。就是咁大啦，有啲摆设几得意喎。当时系飞嚟日本嘅。关公像喺度，佢嘅手工艺人形像，达摩祖师，过咗移民局，例牌系 duty free 啦。机室都好宽敞，好多位坐。临起飞之前，佢仲有好多动漫公仔卖。
仲可以买嘢食。喺个出边少少，单一杯啤酒都要800 yen 啦。呢啲档仔买啤酒就平好多啦，400就搞掂啦。